论二手方六十九首，论曰凡火烧损，甚勿以冷水洗之。火疮的冷热气更深转入骨，坏人筋骨难拆，初被火烧，即向火更炙，虽大痛强忍之，一时久即不痛。神验治火烧闷绝不食人，以心尿冷冻饮料之，即冷水和蜜饮之，口尽窍开与之，然后以下方治之。治火疮方之子，四十枚，白脸黄芩各五两，上三味，举以水五升，由一升合间，令水气歇，去子带冷，以淋之，令溜去火热毒，则积得宽也。坐二日，任意用膏敷汤散治之。又方熬油麻为末，和栀子仁涂之，为浓为佳。若以成疮者，烧白糖灰粉之，即皂沥柴，治火烧疮方死鼠头一枚，以腊月猪膏煎，令消尽，以敷干即敷之柴，抑制小儿火疮。治火疮败坏方薄白皮切，以腊月猪膏和烟相得，煮四五沸，色变去紫，敷疮上。肘后方云用桃右方薄白皮蛇涎生地黄栀子仁黄芩苦竹叶各一分，上六味，举以羊髓一斤半煎三上三下，去紫，冷以敷之。药验方用生地黄四两，右方以鱼白皮嚼熟涂之。治汤我人肉烂坏方杏仁附子各二两，甘草一两，杨枝五两，松枝鸡子大，上五味，举以不中水猪膏五两煎涂之。久疮久及汤火所损，昼夜啼呼，止痛灭斑方杨枝松枝各二分，猪膏辣各一分，上四味，取松枝破窑中，切枝嚼辣着松明上，少清微火令子皆消，以杯成之敷之。治久疮方甘草当归各一两，胡麻外台用胡粉杨枝各六分，上四味，举以猪膏五合煎，去子敷之。右方松枝五两，辣三两，上二味，合煎涂纸贴之。日三，右方取车之图上，右方反久疮不拆，日别久上六七状自拆，治久疮肿痛即方倒灶下黄土，以水和煮令热自之，治久疮中风冷肿痛方淡向火治之，疮的热则疮快治痛止，日六七治愈。蟹白膏治久疮生肉止痛方，蟹白当归各二余两，白芷一两，羊髓一斤，上四味，举合煎，以白芷色黄药成，去子敷之。日三，右方治久疮脓坏不拆方，蟹白一握，胡粉断食各一两，腊月猪膏一升，上四味，先煎蟹白令黄去之，绵果断食煎数沸去之，次入胡粉纳膏中，令条涂固不粘贴。日三，右方断食一两，捣筛猪汁和令相得，微火煎数沸，以暖汤先洗疮气，以布裹灰熨疮上，三过便以药贴疮上，久之又捣蟹敷之。右方白蜜一两，乌贼骨二枚，一方做一两，上二味，向贺涂之。至针灸疮血出不止方烧人使恢复之，右方死腔狼为末，以猪膏和涂之。金疮论曰治金疮者，无大小冬夏，即使出伤血出，便以右灰脓敷裹之，即止痛，右素愈。若疮甚深，未宜素合者，纳少滑食，令疮不食合也。凡金疮出血，其人必渴，当忍之，但燥食并肥腻之物以止渴，
慎勿闲食。若多饮粥即将犯及血动溢出杀人。又忌嗔怒，大言笑，思想阴阳行动，坐牢，多食酸咸，饮酒热羹，背疮疝后有耳，初百日半年乃可复长也。至今疮大散方五月五日平淡，使四人出四方，各于五里内采一方草木茎叶，每种各半把，勿令漏脱一事。日正午时细切，对捣并断食即烂熟，一时草断一斗断食。先凿大石中桑树令可受药，取药纳孔中，石柱令坚，仍以桑树皮蔽之，以麻捣断食即蜜泥之，令不泄气，又以桑皮缠之使牢。至九月九日午时取出，阴干，百日药成捣之。日曝令干，更捣，卷筛注之。凡一切金疮伤折出血，登时以药封裹至使牢，勿令动转。不过十日即疝，不肿不脓，不畏风。若伤后数日使得药，须暖水洗令血出，然后敷之。此药大验，平生无事宜多合，以备仓足。金疮之药无出于此，虽突厥至雄黄末未能及之。肘后方云用百草心，五月五日作，七月七日出。右方烧甘梅为炭，捣末敷之一宿即疝，抑制打伤。右方磁石捣末敷之，止痛断血。右方取桑白之涂，桑白皮果之，或断食风之妙。右方麻叶三斤，以水三升，熟煮，取二升为一服。右方饮麻子之数升，短据方云制毒箭所伤。右方蚯蚓食以水服方寸比。日三，右方杏仁，断食为细末，以诸之和风之。一竹犬马金疮大凉，至金疮血出不止，方主桑根食肺，服一生即止。右方倒车前之敷之，血即绝，连根取用一效。右方柳絮封之，右方以蜘蛛木贴之，血即止。右方引人尿五生浴，内补散至金疮出血多，虚结方葱蓉芍药甘草各四两，蜀椒三两，干姜三两，当归胸桂心黄芩无珠，上十四味，至下筛，九服方寸比。日三，右方当归三两，干姜三分，芍药辛夷各五分，甘草二分，上五味，至下筛，九服方寸比。日三，夜一，至金疮内漏血不出，放牡丹皮为末，水服三指搓，利尿出血。至金疮内漏方还自取疮中血这杯中，水和服之浴。右方蒲黄二两，七月七日麻薄一两，上二味为末，九服一钱比。日三夜二，二物汤至金疮腹中淤血方，大麻子三升，大葱白二十枚，上使数人各捣令熟，浊水九升，煮取一升半，炖服。若血出不尽，腹中有脓血，更合服，当吐脓血，内塞散至金疮方，黄当归胸白芷干姜黄芩芍药续断各二两，附子半两，细辛一两，鹿茸三两，上十一味，至下筛，先十九服五分比。日三，稍增至方寸比，至金疮反满方赤小豆一升，以苦酒自之，熬令燥，附子满三日，令色黑，服方寸比。日三，至金疮苦痛方杨木白皮熬令燥为末，服方寸比。日三，又以敷疮浴，至金疮苦刺痛不可忍，
百志不差者方葱一把以水三升。主数肺，取自洗止痛凉，治金疮烦痛，大便不利方大黄黄芩上二味，为末，蜜合为丸，如五子大，先食服食丸，日三，续断散至金疮中筋骨方。续断五两，细心舌咸地与甘地黄各四两，当归芍药胸葱蓉各三两，人参甘草附子各二两，干姜属焦桂心各一两半，上十五味，至下筛，九服一方寸比，日三，至金疮常出方磁石滑石铁精各三两，上三味，为末，粉肠上，后用磁石末饮服方寸比，日午夜二，肠即入，右方取人使肝为末，粉肠即入，至被伤肠出不断者方，肘后方云至肠出欲燥，而草吐着肠者，做大麦粥取之，洗肠推纳之，肠盐米粥饮之，二十日稍稍作强，糜百日后可拆。地黄膏治金疮、火疮、酒疮不能拆者方，生地一生切，倒角取之三合，熏鹿香松枝杏仁辣各二两，洋肾汁五合，乌上八味，先下辣，微火令消，次纳羊汁令消，次下油，次下松枝，次下杏仁，次下熏鹿，次下生地汁，次下食盐，以微火煎，令生地汁水气尽，以棉绿停凝，一切诸疮出伤皆用敷之，日三夜二，肾生冷，猪鸡鱼肉，此膏治疮法，先除恶肉不着家，先从内拆，乃至平复无家，不畏风，不浓，大妙，治金疮血出不止方蒲黄一斤，当归二两，上二味，至下筛，九服方寸比，日二，右方取葱叶至取之，涂疮上即止，若为妇人所经者，取妇人中一火至令热，以运疮右方取齿三升热汤子，十顷角去子，纳蒲黄三合，炖服，即作大豆子汤服之，方见第二卷妇人门，至金疮见在肉中不出方白脸半下等分，上二味，至下筛，九服方寸比，日三，疮浅十日出，疮深二十日出，中不住，肉中，至见足及猪刀刃在咽喉胸膈，猪饮处不出者方丹皮一分，白盐二分，肘后做白脸，上二味，至下筛，以九服方寸比，日三服出，至足重见不出，或肉中有聚血方取女人月经不稍灰泄，九服之，右方取瓜蒌之涂疮上即出，右方九服取脉末方寸比，日三，拆，右方煎地黄汁做丸服之，百日见出，右方多饮葛根汁，并治一切金疮，右方捣葛根汁饮之，右隔白蟹熬黄，敷疮止血，右方煮芦根汁饮三升，右方背齿末服一钱笔，右方雄黄为末敷之，当肺之出浴，右方纳盐其中九之，至中设网见方兰子五合，生麻八两，王不流行甘草各四两，上四味，至下筛，冷水服二方寸比，日三夜二，又以水和涂疮干一支，至毒见所中方导兰之一生饮之，并敷疮上，若无兰，取青布自角之饮之，并临疮中，足不出，捣死属肝涂之，至针折入肉中方刮象牙为末，水合，聚着折针上即出，右方以熟脑涂之，
右方磁石吸铁者，这上即出。